是音标是什么呀？靠。Where do you live? I live on Park Lane. What's your telephone number? Where do you live? I live on Sunny Street. Where do they live? 这个不读吗？你肯定是这个这个这个，嗯，对不对？三二一。Street, Avenue, Lane, Court, Road, Boulevard. Where do you live? I live on Park Lane. 今天是我们隔离的。对。我你就这么说吧，我们还几天能出去，有点找到了坐监狱的感觉一样，有点坐够了，真的头疼啊。是这样的，就是刚开始被关起来的时候，还挺新鲜的。对，然后也没有觉得就是说很绝望会怎么样。然后，但是当前天晚半夜的时候收到了一条公告，就是不允许下饭店呀、啊，不允许洗澡，不允许什么的时候，绝望了。然后就觉得，啊。生活一下子没有了意义。本以为孩子上完幼儿园我就可以脱手，就非常自由，没想到我已经看了他好多年了。能不能就是送出去了？上了四年学，只有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学校待了一整个学年，后来就是断断续续陆陆续续一直在家。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作为我来说停下了手上的涉及到工作的部分，基本上就剪剪视频，当然工作量也很轻，也不用去特别设计一些什么内容或者是关于包包的东西。那实际上更多的时间我是在收东西啊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。我觉得至少有一件我觉得是大家应该看到立刻把它拿下的，就不管你在哪里看到，只要是它很忙都应该去把它买下来的。所以大家还是期待一下吧。另外呢就还是会有一些很性价比很好的东西，等我们等把我放出去，嗯。然后哦，还有一件比较可悲的事情，就是如果一旦出去了，我们就要出去大街上排队核酸，嗯，非常可怕。对，那以之前我生气，天天核酸，天天核酸，结果有一天我不想去了，第二天立马变黄码了，乖乖又去了。然后他从那以后就很听话了，说啊，那好的好的，我说你去不去的，啊，那去吧。他还说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也不出门。不过他这几天还是很忙的，在忙着一些工作。我猜接下来如果有一天我们正常运行了，他至少一个礼拜。是的，非常忙，会很忙碌。嗯，然后大家拭目以待吧。嗯，期待一下，今天就这样吧。对，今天他们今天在群里说阴天的时候心情不好，嗯，然后天气好的时候出不去心情更不好。然后就有人说，评论就说今天风可大了，一定要出去。还好没出去。昨天下了好多雪。